相传淡水楼街附近有两个地理上人，水街溪这边若办喜事，忙啊下都在下。俗语讲，敬老度唔免敬大富。少年家从祖先代的忙啊下，想要到海螺水十九年，从此一性命底阁有算命。偏偏啊爱着命中注定袂使爱的查某人，但是这摆一算无着，忙啊竟然也会定水街。收听台湾台二十九频道，拜到拜五暗时七点半，细说台湾，忙啊定水街。